2021年，台湾有众多精彩的戏出。在田吉宏的魔术师斯卡洛古后，有名有讲是今年一定站的台湾戏出《茶金》，十三今年就会放送的。今年的几项收音费，导演林君阳同其他演员打扮到动派头出身，《茶金》也出戏，单单都会讲回流。按照演员的现场讲下，你讲到动派头。啊，太差做也唔系，唔做也唔系，十件差工厂有九件准骂伊咧。差翻身是法国，色强会清醒更强。茶金主要演员郭子乾演出合法台词，前菜都讲出来。台湾头一次好六强合法剧《茶金》，下礼拜就会放送诶。你洗个澡黑，把垃圾围个起来。说到底，我就是生理用气。For all the SOU service。新下轿，新下轿，新下轿。我怀疑新郑曹云娜就是顶白亲王，那真清楚。其中台剧党强的演员群，剧都含用的客家、繁语、普罗花、英文、日本花、上海花，总共六种语言。语言的考验，每本演员也都要经过压力真人状态。你分享的以剧好客家的四部书，台语叫做腔合，那腔合合，我把它打一个勾，转回来腔合。我是这样记的，像我们这种我自己是一开始完全分不出来的人，所以有一些老师他们就会特别帮我挑说，你不可以去听那个，因为那个是四线腔，会有腔调的转换的问题，所以那时候就是资源蛮丰富的。梦了当作世界 number one， 打算胜仗做天亮战无天的，那是对哦，半夜里公差做到。准备三年人的茶剑，对茶面上李岩同出剧苗一出发，用一种两人台双流解决的角度来表现合掌茶叶的豪快光景。你从了出去啊，看到讲，其实，台山片虽然很多山那边个落后，但是呢，其实在台湾历史上啊，一出呢，喺啊那个舞台上非常重要的一只 TV 哈。剧组为了表现1950年代双流沙飞同茶声音的好光景，制作团采用了124页去到全台湾20人的古迹取景来摄，按精致的服装、影像设计，观众出现讲懂其体。希望大家做在强下来支持茶经。核心问题用专户分支台北报道。